那有一些像手机这种比较困难拆的产品呢，你可以稍微上网查一下，大部分的产品都会有拆开来的分享啊，或教学之类的。但如果真的找不到，你也可以自己尝试把它拆开来，反正有一些是要加热，有一些用吸盘，那有一些用奇怪的一字起子啊，或者神奇的板，就是想办法。那有一些像是手机比较困难拆的产品呢，你可以上网。那有一些像是。有一些像是手机比较困难拆的产品，你可以上网稍微查一下，大部分的产品都有拆开来维修的教学啦。那你如果真的找不到你的产品有这种拆开来的分享，你可以自己查查看。What the fuck？ 那有一些产品像是手机比较困难拆卸的话，你可以稍微上网查一下说，说有没有人分享 ROM？